然后这个超屌的来了，现在告诉你们一个不能说的秘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准备给我 baby 一个小惊喜，好吧？我将小纸条上面呢加一个那个铝箔纸包住这个竹签的尾端，待会呢的 baby 吃的时候不会烫到手，超贴心的，对不对？ baby 的肉串烤好喽，小心烫。谢谢。你觉得这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哎呦，你可以拆开来看看啊。我只想这样牵着你的头。